跟灵、跟一切灵魂交往是不好的，跟一些灵鬼交往是不好的，跟正神交往是好的，正神交往是好的，但是正神也不一定得到解脱道。最好的就是你能够得到解脱，然后证得菩提，这是最好的。啊，越修行心量就越大，不会那么窄小，因为你地陀到了，你的心就会跟虚空一样，什么都解脱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什么叫做八风啊，八风吹不动，八风吹不动，就是因为你的心像虚空一样，修行已经像虚空一样，你能够容纳很多的修行越高啊，他心就越像虚空一样，所以能够容百川啊，怎么样子的事情你都心无恐惧，不会有所恐惧，不会有所烦恼，也不会影响到你本身的情绪，一切都很好。不管一遭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切都是很好的。所以我写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，一切事都是美好的安排。要懂得这句话，那已经修到境界很高了，一切都是很美好的，不管碰到什么事，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不然你会困在烦恼里面啊！要懂得师尊所讲的这一句话啊。